可以猜剪刀石头布，赢的人呢就可以多吃一块。来吧，石头剪子布。我输了。不行，我还有个办法，或者我们一起拍照发朋友圈，就当知道了。那这样吧，我们再买两桶，然后就可以一人分一桶了。大家，哇，有这么多的积蓄，就可以分给我们最爱的粉丝。我们的问题解决了，那么你的呢？十块鸡翅到底怎么分给三个人呢？打开脑洞，把你们的想法告诉我们吧。